冲到那边哦，这是往外面跑。啊，它口又太小。是是是。然后现在我冲上去也是淹了，虽然有闸门啊，有用闸门啊，它雨太大了，它昨天晚上。上面那边上分的那边。那边现在它那排水口太小，所以太小。太大了。它雨太大，如果冲刷下来，那个水流的话，你踩不掉。踩不掉。你看这一排上去，冲下来都是到这边啊，它没办法。 都到了头上里面去。我建议啊，就是在后面这边啊，这边要够深啊，够深啊，而且这个水面不够大。